消息要加油的观众朋友手脚要快了，因为中油公司刚刚宣布，从明天开始要来调涨各式汽柴油的价格，每公升各0.4元。调整之后的参考零售价格，925000汽油每公升33.8，955000汽油每公升35.3，985000汽油每公升37.3，超级柴油每公升32.7。这是我们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。